一场精心策划的火灾，让我丢掉半条命，也失去了我最爱的女儿。躺在手术台上抢救，我想到过蛛丝马迹，明白了一切。心痛欲绝，生不如死。上天眷顾。 让我改头换面活了下来。您是？我是新来的家庭教师肖路飞。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名字叫李莎莎。 朱仙已死，我就是李莎莎。秦家俊、萧路飞，你们等着！ 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名字叫李莎莎。 林家俊，萧路飞，你们等着！姑娘，你舞跳这么好，我怎么没见过你？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。我叫林家俊，请问你怎么称呼？听不清。姑娘，我等你很久了，认识一下。 不必了吧。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我对你有种很熟悉的感觉，就像你在我身边生活了很多年一样。同样的话，你对多少姑娘说过？我是对你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。神经病啊你！ 这么有野心，我喜欢。我是对你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。神经病啊你！我喜欢。林家俊，你就这么对我？ 我怎么玩的？别理他。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你说的没错，你的男人也骚扰了我，被我扇了一巴。<笑>你打得好。为什么我见到你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啊？我。 萧路飞，我是新来的家庭教师萧路飞。李莎莎，来喝酒。<笑>你今天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在外面一点面子都不给我。你在外面跟别的女人鬼混，我都可以不管。 可是你当初答应我的3亿，必须1分不少的给我。那我要是不给呢？我就把你干的那些破事全都抖出来，全都抖出来。 鱼死网，就算你这条鱼死了100次，我这张网也不会破。看我一宿，不可能！这才对嘛！我跟那帮女人都是逢场作戏，我对你才是真爱，路飞。我错了。我这个人呢，最不记仇。
特别是对自己心爱的女人，不过我现在跟他在一起，只是为了钱。我手上有他犯罪的证据，只要你配合我，里应外合，一定能搞定他。事成之后，二八分。这个不是件小事啊。三七，哎，姐姐，不是几分的事儿，万一我搞砸了怎么办？我对他很了解，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，一定把到成功。 姐姐，我帮你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我感觉你并没有完全信任我。你指的是，你跟林家俊是怎么认识的，又是怎么涉及他老婆的，这些你都没有告诉过我呀。三个亿必须一分不少的给我。你跟林家俊是怎么认识的，又是怎么涉及他老婆的？ 只要我帮你，不能对我有所隐瞒吧？你要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。不过这件事要从三年前说起。您是？你好，朱老师，我是新来的家庭教师肖路飞，欢迎，请进。林家俊的老婆朱心怡对我非常好，可是他根本不知道，我早就跟他老公勾搭上了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？ 再等等吧，现在时机还不够成熟。你是不是后悔了？吃干净了就想跑，没那么容易。哼，宝贝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要忙完外面的事情。我向你保证，只要时机到了，我就动手，保证万无一失。你真的要让我帮你潜入到林家俊身边吗？只要你按我说的做。 一定马到成功。姑娘，等一下。先生，我们好像不认识吧？姑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早就跟他老公勾搭上了。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一定马到成功。姑娘，等一下。没想到姑娘居然住我家隔壁。先生。 我们好像不认识吧？姑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我们在酒吧有过一面之缘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渣男。什么话？我这个人呢，对感情最专一。油腔滑调。看来我要换一个住处了。别啊！久仰大名。 林家俊，我所遭受的一切，我一定让你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。三个亿，事成之后二八分，不要走错路。哎，林先生，我想你是误会了。 我要请林先生来我们家，是来品酒的。我们不是早就心心相印，情投意合了吗？你是不是刚从你女朋友那里偷溜出来找我呀？什么女朋友？她只是我的生活秘书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从第一次见你，我就已经彻底沦陷了。我也要做你的秘书。 一个狐狸精，你竟敢勾引我男朋友！你是狐狸精啊！啊，看我牛皮打扫干净一点！你凭什么打人啊？啊，我不打死你，你才是狐狸精！行了，都怪你，害我们的人都是你。打也打了，该消停了吧？家俊，我俩你选一个。
你不是说只要我跟你在一起，你就能随时把他甩了吗？夏俊，你竟然说出这种话，你对我无情，别怪我无义。肖路飞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他以后可是我的总裁助理。那财务总监的位置给你。他以后可是我的总裁助理。那财务总监的位置给你。从今天开始，肖路飞因为业务能力出众晋升为财务总监。另外隆重推出一位新成员，从今天开始李莎莎正式成为我的总监。既然我以后是公司的财务总监，以后公司的财务都由我说了算，不能迟到，不能早退，不能请假，否则扣工资，也包括我们的助理小姐。肖总监，你只是财务总监又不是总裁，我劝你啊，说话还是悠着点。该悠着的人是你。够了，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？给我滚。楠楠，楠楠在天堂很快乐的，你不用太挂念她。我已经完成了第一步，但是下面我还需要你的帮助。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？下面我还需要你的帮助。怎么了？你有没有想过？肖总监，你们在外面怎么骚浪，我都可以不管，但是在公司都给我注意点。肖路飞，你有完没完？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，给我滚！行。林家俊，我可以滚，可我不担保我们之间的事我不会说出来。我这辈子最讨厌就是有人威胁我，你有胆量可以试一试，不过你得先活着。哎呀，家俊，好了，别生气了。好了，家俊，别生气了，我给你揉一揉，休息一会儿。嗯，三个亿事成之后，二八分。林家俊那边，姐姐可能需要再添一把火。等林家俊严重怀疑自己有精神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二步。放心吧，我有把握。还生我气呢？我来给你，还不是了？你呀、啊。我说呢，你怎么可能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呢？怎么可能呢？你最爱的还是你。嗯？才有可能是他。你怎么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我最爱的还是你。
怎么了？没有听到一个小女孩喊喊爸爸救我，什么都没有啊！你再听，我什么都没有听到。哎，家俊，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，有点幻听？你再听，兰兰，怎么可能？她已经死了。有可能是他被宠物了，怎么办？没事没事，一定是你的幻觉啊。来人呐！怎么了？这个娃娃谁放这儿的？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就已经在了。这两天你办公室我根本就没有来过。不可能，我昨天明明就已经把它丢掉了。这，难道说他真的来找我了？只要林家俊意识到自己有心理问题，同意让他去催眠，就一定可以拿到公司的网页密码，把钱转出去。真的来找我了？不就一个布娃娃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？要不然找个心理医生疏导一下。我倒是有一个做心理医生的同学可以介绍给你。陆佩，陆飞，你快来啊！陆飞，陆飞，这什么都没有啊！最近林家俊被我和萧陆飞折磨得够呛，他终于开始怀疑自己有精神问题了。那个声音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莎莎，你想做的事情，我一定帮忙。不过，想要得到林家俊的信任，并不容易。你还年轻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不要一直陷在仇恨里。可是，自从那场火灾之后，我就已经没有回来了。你还有我，我会给你未来。他就是你说的心理医生季晨风。嗯，对。只要林家俊意识到自己有心理问题，同意让他做催眠，就一定可以拿到公司的网页密码，把钱转出去。你有信心吗？没问题。我可以帮您进入深度睡眠。林先生，我可以确定你出现幻听了，这是一种精神分裂症，只有让你深度睡眠才可以改善你的状况。季先生，你快帮帮家俊吧。我可以帮您进入深度睡眠，以缓解您目前的状态。可以。一、二、三，睡。怎么了，家俊？还是算了吧。陆飞，帮我把季医生送回去吧。哦。那林先生，您注意休息。他为什么不信任你？
他有太多秘密，不可能那么轻易的相信一个外人。那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玉医生，谢谢你的酒吧替我。上次你说可以帮我催眠，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啊？不中。季医生，谢谢你的酒吧替我解围。我遇见了，又岂能坐视不管？再说了，我和莎莎还是高中同学。陈峰，没想到你身手这么好。以前在国外上学的时候练过搏击。季医生，我很欣赏你。谢谢。对了，上次你说可以帮我催眠，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啊？看您时间，都可以。你救他干嘛呀？如果不这样，他怎么会信任我？只有他信任我，才会让我帮他催眠，这样才能套出他的秘密。陈峰，你为我做那么多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。莎莎，从高中时我就爱上你了。如果不是后来出国留学，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一定是我，而不是林家圈。后来那些事也不会发生。谁又能想到后来发生那么多事呢？时间也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陈峰，今晚你可以留下来。他是你的老婆，被一场大火烧死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他杀妻灭女的证据，让他得到应有的报应。早点睡吧。二三睡。林家俊，你能听到我的话吗？能。你要相信我，对我敞开心扉，这样我才能帮到你。你曾经最爱的人是谁？说出他的名字。朱心怡。朱心怡是怎么死的？我不知道。她是你的老婆，被一场大火烧死了。同时被烧死的还有你的女儿。你是怎么害死你老婆孩子？有没有图谋？快说，说出来。有图谋。怎么证明你说的这些话？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。你图谋那有证据吗？你要说实话。你快说呀！再多做几次催眠，相信你的病情就会好转。你们公司网银密码多少？起开！我们公司网银密码多少？八
林总，你醒了，放松一点，已经结束了。林总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 我感觉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再多做几回催眠，相信你的病情就会有所好转。季医生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我在梦中好像听到萧路飞的声音，他有来过吗？没有。 你今天突然闯进来，差点耽误我们大事。怪我了？既然要合作，就要彼此信任。如果你不信任我，萧小姐，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别啊，季医生，既然你是莎莎妹妹介绍来的，我肯定相信你的。只是我有一个疑问，你说，你为什么对林家俊孩子的死会那么感兴趣？你跟他们？ 到底有什么关系？萧小姐，你太多疑了，这只是我试探林家俊有没有被深度催眠的手段。试探？如果他对我说实话，就证明他被我深度催眠了。这样，我就可以问出他的网银密码。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？这样的交谈没有任何意义。萧小姐，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。我现在就跟莎莎联系。 别啊，季医生，我既然都投怀送抱了，指定是相信你的。不过不知道会有没有这个荣幸，会有没有这个荣幸？你们就没发生点什么？既然都投怀送抱了，指定是相信你的。不过不知道会有没有这个荣幸。请你自重，萧小姐。 我有喜欢的人了。哼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是莎莎吧？他去你家，然后呢？你们就没发生点什么？楚青怡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从见到你的那一刻开始。 林家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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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家俊
怎么不接电话？
密码是多少？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看看什么情况。怎么是这样？不不不，我的话听又严重了。 干什么？1、2、3、睡。乖，我们先把网银密码问出来。林家军，你公司的网银密码是多少？ 我是你的心理医生季晨芳，你相信我吗？相信你。密码是多少？1、6、03。后面呢？ 害怕他，我快控制不了他了，你快上楼躲躲。后面呢？2、6，这是我女儿的生日。林家俊，你杀妻灭女这件事，除了萧路飞。 还有别人知道吗？没有。你都答应萧路飞什么条件了？拿到他的钱，三七分。那后来怎么不分了？我只是在利用他。萧路飞会同意吗？我连自己的老婆都敢杀，还怕他？ 畜生！你这个畜生！我控制不了他了，你快上楼躲躲。林家俊，林家俊，我听到了朱心怡的声音。谁？ 那3个亿已经转到我国外的账户上了，竟然敢借我的钱！季医生平时都是一个人住？对，装修的不错，难道又是我的？ 干杯！干杯！我要谢谢你们啊，那3个亿已经转到我国外的账户上了。可是我没有想到林家俊怎么会用他死去孩子的生日做密码。妹妹，你不用担心，姐姐我守信的。等我到国外后，我会把钱转给你们。姐姐，今晚我们不说这些，就喝酒。来，干杯！不醉不归。 家军，不好了，公司的钱都没有了。到底什么情况？
肖路飞把公司所有钱都转到他国外个人账户上了。好你肖路飞，竟然敢惦记我的钱！他人在哪儿？不知道，他今天没来上班。他怎么知道网银密码的？这是什么呀？怪不得他能把公司的钱都转走，他在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啊！他们不知道，我们已经把这笔钱都转了出去。怪不得他能把公司的钱都转走，原来他偷偷安装了摄像头，他在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啊！说你算是有你好看。林家俊的公司已经乱套了，他派出了所有人去找肖路飞。没报警吗？肖路飞手上有他犯罪的证据，他不敢报警。他们不知道，我们已经把这笔钱又转了出去。这是我这段时间在林家俊身边搜集的一些资料。里面不但有林家俊贿赂高官的财务证明，还有他偷税漏税走私的证据。这些证据足够他身败名裂了。莎莎，我们报警吧。不行，现在我们还没有拿到他杀妻灭女的证据。林莎莎，我们见一面吧。你在哪？肖路飞只约了我，我自己进去。这样吧，我们开着手机通话，如果有问题，你第一时间喊我进去。好，我进去。我一定替你报仇。姐姐，天哪，是不是你跟季胜峰合起伙来把我的钱都转走了？怎么可能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在这跟我装傻？我的3亿呢？钱不是都转到你国外的账户里了吗？我们亲眼看到的。没有了，什么钱都没有了。我银行账号什么钱都没了，钱包都没了。姐姐，你先不要激动，冷静一点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我们坐下慢慢说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林家俊现在派出所有人找你，说你黑了公司的钱，还扬言要杀了你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给你准备了船票，你先出国再说。放心，你走之后，我一定替你报仇。可是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我现在确实没有能扳倒他的证据。对了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有他的证据吗？啊，我把林家俊杀妻虐女骗保的证据就藏在他家。林家俊，林家俊。你跟肖路飞勾结想要谋夺我财产的时候，放火烧我和孩子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夫妻一场？林家俊，
林家俊逸，林家俊，林家俊。我比这父亲长。林千一长，你与萧鲁飞跟我姐姐要谋夺我财产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夫妻一场？帮我烧我个孩子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夫妻一场？你别跟着我了，你留远点儿。这阵子还不来，莎莎，不骗我。你别过来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我也希望在火场里的不是我，我也希望在火场里的不是我们的宝贝女儿楠楠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医生，我爸爸把我催眠，我看他是彻底疯了。你先找 U 盘。好，你小心他。你仔细看看我是谁，莎莎。你再看看，不可能！你骗我！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跟萧路飞勾结的时候。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是这样的下场？谢谢。你还记得这个名字？那你还记得我们的女儿楠楠吗？你好狠的心！你竟然为了钱，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放过。小龙，我是真是毁灭心肠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不是你，不是你，我也希望在火场里的不是我，我也希望在火场里的不是我们的宝贝女儿楠楠。我要让我所经历的痛苦变本加厉的还给你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找到了，萧路飞说的 U 盘。叶总，